我现在呢就是在这辆 ID6X 这辆车上，今天呢请这位车主大哥给咱分享一下关于这辆车的一些基本的功能。这辆车呢，这个多媒体我感觉挺好用的，它那个联网，然后无线流量，然后所有的音乐都可以搜，然后还可以连手机打电话啊什么的，5G 的，然后手机啊什么的笔记本在车上都可以用。它可以直接开入热点的吗？对，开热点，4S店告诉我是一直免费，这个导航，然后定上位置以后，然后这个前面直接就显示了那个抬头显示是吧？对，抬头显示，直接就路标啊、方向啊什么的都会提示，然后前面还有一排车灯，车灯也会指示方向，会告诉你路标怎么走，方向，感觉这个挺方便的。还有氛围灯，无极调的那个氛围灯，出门啊，白天可能看不到出来了，一圈还有脚底下的那个灯，晚上它都会一直亮。这个应用是你自己可以随便下的吗？这个应用没有，这个应用只有这几种，就是几个是吧？对，它有个应用商店，这些他说后期会增加，要去可能要去 4S 店升级。你这个系统是可以自动升级的吗？还是需要去 4S 店？都需要去 4S 店。去 4S 店。哦，这个刚加的那个，以前没有。哎，可能是自动升级的，应用是比较少，车辆的信息。编号就是16度每百公里吧，还有这些灯光啊都可以调，还有那个外部的灯光，比如说上车你车钥匙离车近的话，然后它就会有那种类似于迎宾的那种吗？对，迎宾的灯光，然后闪的呀，或者是常亮的，就是跳的那种，都会显示，还有 HUD 什么的抬头显示，都可以在这上面调，位置啊、颜色什么的，还有雪天。比如说雪天有雪的话，它那个 HUD 可以变成蓝色什么色的，平常显示就是白色的嘛，其他没什么。然后再就是 CarPlay 是吧？对 ，CarPlay 也可以导航。然后音乐啊、应用什么的都可以用。手机上的功能，你上车直接就自动就连接了，这功能还是挺方便的。这个辅助驾驶这个咋样？辅助驾驶在这，运动模式、舒适模式，不行慌。辅助驾驶功能挺方便的，我目前还没用过这些什么自动巡航啊什么的，不会用也没用。这个上面主要都显示啥功能？这个导航，然后续航，这是辅助驾驶功能。这个是导航。对，这是往前就是D档，往后就是倒档，然后停车，这样。